近日，2019忽悠国民校草大赛全国复赛在北京打响，从各地海选中脱颖而出的150位高校校草率先争夺晋级名额。显然，能够站在复赛现场的选手们都是有备而来，乐器独奏、即兴表演、清唱等节目应有尽有。同时，搜狐视频等平台还对大赛进行了实时直播，现场 battle 也一同展开，引众多粉丝迷妹参与其中，为校草们助威打 call。各色的脸上，各色的妆，没人记得你的模样。为了梦想，背着包前行。芒果捞新闻，谁将成为你心目中的国民校草呢？报道。